乜嘢系禅？禅同修行有乜嘢关系？禅修修嘅系乜嘢？目标又系乜嘢呢？5月13日上昼10点，宽云法师、云明法师、显空法师、演慈法师约定大家，将红馆变做禅场，一起参与万人禅修体验。通过文、思、修，法师将为大家深入浅出分享禅的义理，解答大家对禅的疑问。活动中，法师更会带领大家体验观身素息和慈悲禅，让大家感受禅修带来的轻安自在，为行持修禅种下基础。都市人生活营营役役，压力沉重，希望大家珍惜这个难能可贵的万人共修姻缘，和家人、子女、朋友一起放低俗务，来到红馆体验禅修，找回自己的初心，让心从所困、所系、所着的境况中解脱，得到自在。